万宝龙文学家系列书写工具，用以纪念往昔杰出的作家与文学泰斗。今年的文学家系列向安东尼·圣艾修·伯里致敬。书写工具发表会邀请到品牌好友林若雅，以帅气与性感两套女飞官造型亮相，研绎全新与限量书写工具。黄铜钢笔限量1931支，复古黄铜色泽经四道抛光研磨与表面处理工序，展现精致工艺。全系列包括钢笔、钢珠笔、原子笔与自动铅笔，深蓝色高级树脂笔身与笔盖上的铆钉纹饰，取材自圣艾修伯里所驾驶过的四座单翼飞机，笔盖镌刻圣艾修伯里的签名。